11所国立大学签署协议书，组成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教平台，超过10万多名的学生，有共同开设将近1万多门的课程，以及4000多位的老师。这个国立大学系统结合11所各类型大学，学生可以选择跨校双主修、修辅系或当交换生。我是管理学院的学生，但是我会想要去尝试，比如说电子相关的领域，为自己的职涯加分，以及为自己的生涯铺路。体育型的大学，那还有科技大学，那跟一般型的大学以及师范大学，那它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的领域有一个更多的管道。学生可以跨校选修本校没有开的课程，或是本身课表时间充堂，就能到有开课的学校上课。可以让不同学校的学生更多交流的机会甚至研究上也可以互相分享。时代潮流就是不是一技之长的时候，是要多元。那多元就是要跨领域学程。联盟学校的学生跨校选修课程，毕业后学位证书上将会特别加注记录，为自己的学历加分。大爱新闻张桂端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